Hello， 各位好，又翻到嚟特别片尾。上次讲到，终于逃离咗，应该系话阿波罗逃离咗众人嘅追捕。依家咧就靠阿 Red 同埋阿勇次系啊，勇次呢一个嘅最后一个馆主啊，吓最后一个馆主去追捕佢。OK， 咁啊呢一只嘅阿里多斯，相信大家有睇上一集都知道咧，佢应该净系识大爆炸同埋一招，嗰招叫咩叫声啊嘛，系嘛？唔知咩技啊！我唔记得咗。上次佢除咗大爆炸，仲有另一招几有用嘅。咁但系因为我哋有皮皮优喺度咧，皮皮，所以咧嗰个特性咧就唔受佢大爆炸影响啊，十分之适合打呢一个嘅毒阿里多斯嘅。就系呢度啊，喺隔篱咯。啊，又嚟一个，佢讲嘅肯定系勇士，快啲咧，冇咁快。地震啦、啊，真系成队都系，系、啊。打低都冇用，要打低所有人都冇用。我老大阿波罗喺实验室有特殊锁匙先可以揾到喎。哎，你养埋啲咁嘅低能砌手啊！连人哋有锁匙啊，我老大有锁匙噶，快啲啊！你冇办法做到噶啦，都讲埋出嚟。好啦，既然系咁啦，我哋就拎只火系啦，因为上集我都有讲过，如果打钢系咧，最直接就用火系打啦。咁如果佢系水钢系咧，就冇办法啦，水钢系就会用地震打嘅。咁地震就李御龙有啦，其实呢个李御龙几劲啊，真系266 ，OK， 我哋學習装置唔好俾佢住啊，學習装置俾翻你火球先，火球师啊，吓，因为依家暂时需要嘅系火属性，想知道锁匙必须打低我先，呢只冇得用地震，因为佢飞行，打唔入啦，换一换，直接换只火系啦，但系应该顶唔顺系啦，好麻烦啊！冇火系啊，冇练开一只火系打呢啲真系好烦。尖弓，哦都打唔入，大镬啦！有冇快成咁啊你？个攻击低能，黐线，唔得喎，唔得唔得唔得，我唔可以用呢只。好，总之之前足死150呢，如果之前有足150呢，应该唔会卡嘅呢条位，就系之前冇足到，得60呢，你任共冇一只去到80，用都用唔到咁，咁算啦，我哋照旧咁样打啦。去边度啊？而家要去呢个啊？唔系呢个？死啦！边个岛嚟啊？系咪呢度啊？向上啊嘛？哦，系啊，呢度呢度，嗰个有啲难打啊，不过都 OK 嘅，啊都还可以。啊唔系，我应该拎只蛋蛋出嚟喎，呢度用蛋蛋好喎，我傻咗啦，应该要用蛋蛋好啲。但唔系喎，蛋蛋都系得200速度啫，系嘛？248，我惊未必够快喎。205、啊、可以一试嘅，可以一试 ，OK， 试一试佢啦。既然系咁，先用蛋蛋放头 ，OK， 就咁啦。蛋蛋放头，我呢度全部打晒佢，啊，够快嘅，系啊，够快嘅 ，OK 嘅，好，系命中问题嘅，跟住就可以用大力挖墙啦。哎呀，咁快醒，中。nice， 咁啊点啊？啊好过冇噶啦，其实系好过冇。哎呀，又落地，哇！佢呢支嘢真系好鬼烦。催眠失败，系佢有麻痹。哦，寄生虫啲寄生得好。福特啦，福特。比奇吧。哦、打只呢啲咁嘅鬼雀劲难打喎，但系点解佢好似咁鬼容易打晒我成队咁咧？我只大力蛙好低防咩？唔系我大力蛙正常嘅喎，235，但系佢打我嚟三下打死我，有冇咁劲啊？我仲要抛嚟佢十呢度嘅，好似头先85唔系咯，抛嚟佢14咧，佢打得我劲快，我啲血扣得，点解会咁噶？
我打佢打劲耐都未死。你睇一下打咗180血，是否黐线噶呢只嘢？差佢咁大咩？有 TM62袭击冇乜用啊！袭击冇飞行虫，好、哦、催眠冇中，冇中就电磁波咯。哎呀，好烦啊啲嘢！你真系有咁劲咩？佢可以？哎呀，地震报恩冲浪，报恩啦、啊！又要输啦呢度，黐线劲到不得了佢。点打啊！真系冇啦，死咗算啦喺度。买药买药，用晒啲钱佢。睇先，PP 回复。诶、欸，呢度冇 PP 啊？有买够十支啊！全满买卅支，全服买廿支，万能30，厉害十零支。活力快十快，咁先啦吓，咁先。诶、欸，要打 ，OK， 冇中到真系。喂，喐啊！哦，好，我决定翻去捉一只雀仔嚟用。我未见过嗰只雀喎，话时话去咗只阿波罗，咦又唔翻捉佢嗰、那个捉嗰只嘅雀仔喎，只雀仔我未见过，但系我都想捉只用喎，黐线劲到咁啊只雀，只雀发生咩事？劲得太夸张啦佢，终于中啦，个解冻咁快。真的不行啊！大力蛙真的要转转佢，转只水格，或者删或者删个咩喎？要我都学删只大力蛙好啲。打埋呢一集啊！打埋呢集我去删只大力蛙出嚟，所以劲少少嘅大力蛙，唔想要减攻啦，减攻打唔入人啊 ！TM93呢啲都好啲啊！哇，头先嗰只嗰只咁样嘅嗰只咁嘅猎雀啊，真系劲到黐线！哇！快过我唔系嘛？冇睇错啊！我呢度死我唔紧要啊！死亲，好，翻回血啦又要。好，依家系要去边度啊？冇得行，我要锁匙啊！需要锁匙喺呢度啊！好，又系爆炸，非常好啊！诶、欸，呢度有条楼梯。哦，嗰、那个锁匙就系阿波罗去嘅地方，而我就系要揾锁匙啊！话上去，热浪持续五回合的火力攻击，每次攻击都会变强。好正，学到。或者我真的要练只火系咧，系啦，喺下一集我就会练一只水系，重新生过一只大力蛙，同埋练一只火系出嚟。如果唔系真好难打喺度，要我睇住我系咁喺度食药，系咁行嚟行去，100呢啦就系。但系呢只 game 大家有睇之前嘅集数都知道佢系有150呢噶啦，啊，仲要唔知150呢系咪已经顶点添？催眠。一阵间抄下自己身上有冇啲道具系加命中嘅先，啊100啦，冇中催眠冇办法啦咁样。咩话？铁甲暴龙快过我？咩事啊？系大佬，有冇可能啊？搞掂，真系、哦。铁甲暴龙可以快过我？我好慢速咩？话时话，我208速喎，铁甲暴龙喎。头先铁甲暴龙好似系同我同 level 噶嘛？我哋翻去计一计啦，既然系咁。
其实如果有呢啲种呢啲能力值可以计到嘅，83、84咧减咗速都84，其实有啲高喎。84系咯，咁唔怪得啦。佢30几咧已经80几，呢啲真系新世代，好似啲新世代精灵打啲旧世代精灵，好似好轻松咁。但系当我哋用翻旧精灵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唔够打喎，劲得滞啊！好，诶，搵到锁匙啦，锁匙变成药水，呢个调包绝招有人做嘅，边个喺嗰度？做得唔错啊，紧鬼你搵紧呢样啊，将锁匙俾我，用传送啦，紧鬼，哦，想走，小蓝接住，紧鬼唔使担心我啊，诶，传送咗咯，佢话咩全靠乜，好啦，我哋攞到锁匙 ，save 先，好辛苦呢一度打得。PP 多向全部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阿波罗。催眠，瞓觉先啦、啊、你。格斗啊，再格斗。神通力啊，都 OK 嘅。使对手畏惧有用喺度。OK。啊！做咩俾人食咗佢？你我实揿得太快睇唔到。喂，做乜唔望我啊？谂住同你打，你唔望我。唉，呢啲正啊，星呢嘅精灵啊，呢啲系，哎，不良蛙，睇下呢个就系结局啊，攰死啊，安心啦，好怕到你个英雄嚟嘅，不良蛙，攰死啊，啊，十手到啊，后援嚟啊，重复一次后援嚟啦，吓、啊、后援，啊，搞咩啊？诶、欸，呢度咪就系、是、好似咩西尔法公司咁样，你要小心啊！嗰个容器坏咗咩嚟噶？我唔会输，我已经走到咁远，马木咧仲支住我，我知道佢一定系嘅。哇，一百咧，唔紧要啊，你咪一百咧咯，你咪一百咧咯，唔紧要啊。好，跟住我哋换只奇异花，冇办法，因为太低咧啦，要出去死一死先。哇，仲快过我，我只蛋蛋。即系佢有200，我估佢应该有200，唔止应该300几速啦佢，300几速度。跟住换只呢只啦，更新拳击嘅水，更新拳击啦，再嚟一个水击。哎，好在叉字符我哋换蓝蓝，叉字符应该我快啲啩，100力可能佢快啲要300几速啊。哎，唔系喎，有冇300速咩佢？换翻蚊蚊香话，大丽话，太阳光烈焰会用呢只，哦，都系我快啲，哦，冇中，再见啦，降飞 ，Oh no， 唔知啊，蛋蛋死咗就做下一只啦，皮皮又出发，水技，哎，啊，头先应该食药好啲，换一换。呢只应该打唔赢我，我觉得，因为佢应该净系得水技。我谂喺佢面前食药先，喺佢面前食药先。啊，打唔打到我啊？打我嚟睇下。低能，冇水以外嘅技能。黑老家应该快过我嘅。系啦，黑老家快过我。咦，唔系喎，黑老家又快过我。咁奇怪嘅，佢嘅叉字符又咁慢嘅，点解？叉字符有130速度嘅。哦，拜拜。你今日失败啦，阿波罗投降啦，仲未结束嘅，佢捉咗一只精灵啊！我超梦梦，超梦，你听过超梦啦？唔系咩？相信你喺关都见过啦。唔使加，唔似其他咧控制嘅部分咧，只系暂时嘅结合。呢、這个唔重要，只有咧我俾佢哋落嚟，佢哋先会落嚟。讲紧啲咩？咩落嚟？哇！Mega 喎呢只系，我都未学识 Mega， 你竟然有 Mega？ 你打赢我咩？但系模仿啊，模仿啊，摇尾巴好啊，继续摇啊，摇啊，大家一齐摇。我慢慢磨晒啲 PP 都仲得喎，呢度其实慢慢磨晒 PP 先。自我再生，波导弹格斗技能，一招模仿，一招波导弹，一招自我再生，三招。啊！佢做咩啊？神秘守护，哇，不得了！
得一招格斗技喎，佢猛磨死佢添。呢只超梦梦个 mega 进化系咁嘅样嘅咩？好似唔系，我记得。印象中记得 mega 进化有两个，一个就变细，一个就变装甲型。但系装甲型好似唔系呢个样，我记得。佢仲有技能咩？佢慢慢挣扎死佢啦呢度。自我再生，神秘守护。佢会满 PP 嘅？应该冇啦，佢要冇用自我再生啊！睇嚟佢就快冇技啦，佢都嚟啦！超波棒，用你嘅技能打我啦！再食脚先，犀利啊！其实佢应该冇技能嘅，得翻神秘守护。试下先，我哋换一换精灵，反正我哋仲有最，我哋仲有个最强嘅后盾喺后面。啊！得翻神秘手，我哋用攀瀑布，我、已经死咗啦。光墙仲识唔要啦，光墙冇技学。No， 你赢咗咧就系，但系记住我讲嘅，你仲未见到我最后嘅样貌。咩样貌啊？你自由啦。啊！佢醒啦。啊！孩子啲昏迷咗几个钟咯。诶、哎，超梦梦点啊？咩超梦啊？勇士咧，佢帮紧咧一条友咧记录紧，需唔需要我讲啊？佢目前为止咧唔需要，但如果有需要咧，可能会喺几日内咧通知你。你醒啦，咁我点啊？我想翻屋企。超梦梦点啊？喺你晕咗之后，佢飞走咗，佢自由啦。系啊，多得你。仲有阿波罗咧，佢走甩咗啊！佢所有嘅同伴咧已经俾人拉咗，包括特斯拉同阿尔敦美同埋盖伦。目前咧审问紧，仲有盖伦。佢咧阿波罗计划嘅一部分，即使最终咧改变立场，但系佢依然咧需要为佢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他們已經被照顧好了，我們向董事會提出了這個請求，希望他們派出工程師團隊改變他的控制論的增強，或者至少令這些精靈恢復他們自由的意志。來吧，等這些警官做吧，很高興見到你，你是順八真的骨子聯盟的冠軍，下個星期呢再來競技場，我們會有一個盛大的儀式給你。哦，終於結束了。可惜的是呢，見不到阿波羅啊！见唔到呢个阿波罗死亡，呢个幕后一手最终嘅，咁成件事就应该解决咗啦。啊，咁啊小粉嘅事件亦都得以报仇啊，报仇成功啦，系嘛？我觉得你应该坐低，咩坐低？太攰啊！有啲嘢你应该知道，做乜咁样？啱啱阻止咗火箭兵联同协，应该庆祝噶。你嘅啊？哦，佢阿妈瞓低咗，原来起身阿妈。唔好瞓喺地板会感冒嘅，点解嘅？你走咗之后佢又死咗，哦嗰度啊，做得好啊！哎，你冇嘢嘛？你俾阿里多斯咬咗，我送你去医院啊！冇啦，对我嚟讲太迟啊，毒性好强，今日到啦，身体停止咗运转啊，我冇遗憾啦，对住过住幸福嘅生活，好开心咧，我仔唔需要我啦，呢个系最后一次咧，嘈你保证，我哋翻屋企啦，阿妈。我一次个丧失咗一个小芬，一个就系佢阿妈。结束精灵协会尾声，一个礼拜后，新闻报道嚟自火箭兵同埋精灵协会嘅毁灭性攻击，引起咗对董事会强烈嘅抗议。数十亿人咧喺请愿书上咧签名，要求对董事会下层嘅所有员工进行审查。骨主联盟管主小丹同敦美被怀疑系火箭兵团成员，目前咧正面临指控，将会在几个礼拜后出庭。欢迎大家今日聚集喺呢度咧，怀缅咧英粉红同埋亚佳梅拉啊两位嘅纯白镇嘅村民，阿 Green 啊、小榄啊、这个大魔法师个女啊，大魔法师个孙女啊，呢个系纯白镇嘅另外啲居民啊，花子女士、小智阿妈，一个礼拜后，精灵协会高级官员特斯拉已被判咧无期徒刑，亦冇办法保释。领导人阿波罗仲未揾到，董事会大量嘅悬赏啊！另外消息咧，管主小丹同敦美已经出庭。敦美系夏光岛管主，佢对针对精灵协会嘅指控表示认罪，小丹尚未认罪。我呢啲系回忆啊，再分一分钟啊嘛，你一分钟再讲啦。一个礼拜后。最近一位神秘的线人将证据交给了这个国际刑警的警察。火箭兵团同这个精灵协会之间的会议和内部工作录音证实了小丹参与了这一次的恐怖袭击。敦美被判10年的监狱，有机会缓刑。
而小丹咧将会被判终身监狱，不得保释。根据所提供的证据咧，国际刑警组织警察目前正在呢一个录音当中提到的失踪人员安娜、艾尔莎、阿拉丁、茉莉、阿里埃尔骨子深红、声红紫罗，仲有咧艾利克紫罗啊，唔好再难过啦。我将录音交咗俾靓仔，睇下你嘅朋友粉红嘅声咧，系佢哋起诉咧小丹同其他精灵协会嘅有力证据。你想倾倾啊？我而家只需一个人留低。好啦，转头见。几日后。在争议性的录音带泄露了给公众之后，董事会对所有的成员进行了一次重要的筛选和这个背景调查，在其中发现了几个火箭兵成员正面临指控，协会精灵协会的分支已被解散，并增加了新的分支精灵协会来处理他，取代他来处理以后任何精灵联盟的事件。精灵协会的负责人阿波仍在逃亡，警察仍在这里追捕他。我呢个一开头嘅时候，你都挂住佢啊，大力蛙，好挂住佢，大家都揾紧你啊。骨子联盟嘅殿堂咧就喺听日啦，我哋唔打交你，佢想俾我咧同佢留喺一齐，我咧就对佢咧大喊大叫，佢系啱嘅，你知唔知？我作为一个孩子，我就表现得好似个大人咁啊。我妈咧因为我儿死，必须咧好好度过，为咗佢咧唔再自私，唔再咧唔成熟。呢、这个只系咧从前嘅我。哦 ，OK， 行得啦，好恭喜你翻嚟啦。第二日，许书博骨子群都新冠军啊，啊，系时候要走啦，又再训练啦。诶，嗰个咪呢个边位嚟噶？唔识呢个边个？呢个咩小辉同埋奈奈美大波波士？啊，呢个系奈木喎，奈木同大木啊话呢个咧？呢、这个系嗰个花子啊，左上角系咪嗰个阿二火箭兵团小丹敦美？要边位啊？捉咗毒啊！佢个毛组啊，关刀三馆主呢四个唔知边个？呢、这个系勇士啊，佢啲人啊超萌萌，同埋下黑白，哪吒马志士呢、这个系比加超啦，佢嘅精灵。啊！呢个系佢个女啊，一个佢个女，一个佢阿爸。浅红道馆费，浅红道馆馆主。呢个系小智嘅比加超。呢位系哦，盖伦啊。啊，不良蛙冇事噶咯。哦，跟住最后嘅就系阿 Red 翻翻屋企啦。哦，卡里有恐怖嘅眼神。呢只系咩啊？哎四个管四天王尾声结束，骨子群都长篇结束，感谢试玩精灵特别篇章，又再次爆一次机啦，各位 ，Hello 小甜心小南咪翻嚟啦，成都几有最大关都先系我屋企啊，总之我想过嚟睇睇你啊，再见，吓，跟住我哋吓第一步都要去大博士揾下有啲咩要做啦，系嘛，定系直接揾小南我哋要。呢个旅程点啊？唔错啊，好尴尬，大家帮我一个忙啊！记唔记得第一次见面嘅时候，你放走嘅波波球啊？咩话？你个蠢材 ，Oh no！ 记得系做咩博士？好啦，好似佢又走咗，我探测器咧显示佢梗系一号道路，要你去救佢。支线篇章通过明星之路，既然有啲咁嘅支线，好，既然系咁，我哋再揾埋小南睇下啲咩倾先。我曾经咧做过一个噩梦，喺梦入面冇人识我，就好似未存在过一样。突然啲人咧开始认得我，但系佢哋一直叫我叶子。叶子，我依家要去边啊？哎呀 ，Green 喺度啊！诶，咁望闻唔到嘢噶 Green， 唔知去边喎。好啦，咁啊，暂时今集时间就玩住咁多先啦。骨子联盟嘅篇章终于就结束咗了，系啦。接下来嘅剧情我都唔知啊。咁啊，十分感激各位嘅观看，虽然就几。即系虽然去到后尾机械嗰度都真系有啲难打，但系后尾都顺利用蛋蛋同埋咧只嘅细只嘅皮皮超过到啦。好啦，咁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我哋下集睇下咩剧情，再见，拜拜。